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欢迎你哋翻到嚟另一节嘅 Zumba Kids 课堂，又系我，我系 George。对上嗰两节有冇上到呢？记唔记得我哋学过啲乜嘢啊？我哋上一次学咗一首新嘅歌啦，另外我哋亦都学咗嚟自哥伦比亚一个 Cumbia 舞蹈嘅另外两个基本动作。咁今日就算你系未上过都唔紧要，因为我哋会有全新嘅动作同埋一个新嘅国家，我哋要去探索一下。首先 ，make sure 你哋附近有足够嘅空间啦，有水同毛巾准备好啦，因为我哋喺呢一堂里面会有舞蹈嘅部分啦，有音乐啦，有少少嘅游戏啦，仲有就系国家嘅探索。咁我哋今日开始之前，先嚟个简单嘅热身，我亦都系放一只音乐，然后我哋试下用一只歌嘅时间，将我哋嘅身体关节肌肉准备好，然后先要去进行今日嘅课堂，好唔好？准备好嘅朋友，我哋可以。企起身，我放只歌俾大家听下先。Here we go。轻微松一松手手脚脚先。我哋都系啊，右脚蹬地下，翻嚟左边 ，hold 住中间，拍拍手咧。4 3 2 1一上一下，上面下面上面蹬地，由头嚟过，4 3 2转脚，中间拍手，动作多少少咧，原地行，脚打开啊，唔该。深呼吸，嚟多次，右脚蹬地下开始，转一转左边，准备好嘅话，中间拍拍手，4 次、3 次 ，OK， 原地行路，脚打翻开。脚翻嚟，打翻开双脚，准备好嘅话，我哋手伸出嚟，向右边画个圈，翻嚟左边画个圈，嚟到4次，最后两个，由头嚟啦喂。8次呢边，插把手咧，唔该，可唔可以行个圈啊？翻嚟中间，准备好嘅话，我哋向相反方向，另外一边，very good， 准备好嘅话，深呼吸上去，落翻嚟。打鼓，吸气上去，深呼吸，一样行个圈，行个圈，好，中间，转一转方向，耶，中间，向后跳，向后跳，向后跳。向翻前行，最后一次，这边转脚，拍拍手，4 3 2 1，画个圈翻嚟，我哋个热身就嚟做完啦，嚟多4次四。三，行个圈，翻嚟中间，另外一边 ，good job， 行埋翻嚟 ，good job guys， 喂，好好喎，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先做完热身，我哋跳一只歌，上个节
嘅 Supermarket 裏邊，我哋學咗一隻叫做 Lento 嘅歌，記唔記得？我哋試下咧個記性，可唔可以將成隻 Lento 跳一次咯？喎，今次我就唔再細分佢啦，直接嚟好冇？試一試，即刻嚟到我哋 Lento 嘅部分。原地行，準備好嘅話，隨時你可以 freestyle， 隨便喐。記唔記得呢段啊？向前四步，側邊點地，騰翻後，我哋會嗌 Lento 兩次。側邊，記唔記得？欖球跑步，鬥快鬥快，簡單嘅 step touch。都唔記得呢隻手，我哋要點樣加上去啊？打天空。四次、三次，抌地下两下 ，boom boom， 膊头咧，四、三、二、一，最后一次，You drive me crazy， 少少头晕啊！下一次我哋变做八爪鱼。准备好的话，由头嚟过，向前行。我哋一起嗌 ，Lento Lento。Good。这边。记得啦，嗬。加埋手啊，唔该。多四次，三次 ，boom boom， 打开，膊头，唉，少少头晕啊 ，You drive me crazy， 八爪鱼有你啦 ，freestyle。你喜意做慢又得，你加快都得，向前，慢翻后边 ，Lento Lento， Belly Dance， 走得高，平衡动作，肚皮舞，吞后吞后。Good， 可唔可以嚟多一次啊？向前行，单脚企耐啲，企唔企得稳？向后，可能少少小朋友呢个会有少难做喎、哦。原地跑步，向前行，侧边，一齐嗌两次。完成 ，good job， 好犀利啊！各位，头先嗰只叫做 Lento， 就系我哋上一节喺哥伦比亚第二节嘅时候学嘅一只跳舞歌嚟嘅，唞啖气先咧。好啦，咁我哋今日究竟有啲咩特别嘢会学呢？上一節和第一次我們做了哥倫比亞，今次我們學另外一個國家，這個就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它叫做巴西。小朋友有沒有去過巴西呢？我想都沒什麼多個朋友去過了，因為它其實距離香港有一點距離，有點遠。那到底首先問一問巴西在哪裡呢？有沒有人知道？其實它和哥倫比亞呢就反而很近而已，跟我哋距離就遠少少，咁我不如又係啊，攞個地圖出嚟俾大家望一望，好冇？我將我個畫面縮細先。好啦，我哋俾大家睇下究竟巴西喺邊先？究竟喺亞洲去巴西有幾遠呢？跟住呢個圈圈，我哋去一去喺呢度，唔係喎，再遠多少少，
冇錯啦，就喺呢個藍色嘅地方，我哋用藍色嚟顯示見到佢，見唔見到有個人打開咗雙手呢？嗰個係一個 Jesus， 係一個耶穌像嚟㗎，因為喺巴西有一個好出名嘅耶穌像，我哋可以見得到嘅。咁呢度就係巴西啦。如果你記得哥倫比亞喺邊嘅話咧，就係佢斜角上面嗰個橙色個地方，上一次學過嘅咧，好冇？地方就知道喺邊啦。咁不如我又問下大家，有冇聽過巴西最出名嘅係乜嘢咧？巴西最出名嘅就係有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嘅嘉年華啦。喺嘉年華裏邊，佢哋大概係二月份到啦，每一年嘅二月至三月左右時間會發生嘅嘉年華會，成個國家。大大小小的城市在街道上面都會有不同的 party 派對，很多音樂、很多舞蹈表演，也都有很豐富的巴西燒烤肉的。OK， 另外一樣東西很出名的呢，可能我們香港都會見到的，就是它會出一個很出名的拖鞋，可能你爸爸媽媽或者你們都會有一對的這個拖鞋。在巴西，其實巴西買就很便宜的，不過來到香港就貴一點，因為要搭飛機過來嘛。好啦，那我們巴西讲咗地方喺边，最出名嘅嘢喺边，咁我哋不如学一学佢嘅国旗，同埋睇一睇我哋嘅语言方面点样可以同大家打招呼先咧。咁我哋喺巴西咧，不如学下佢嘅你好。我哋上次哥伦比亚学过西班牙文，巴西佢哋讲嘅咧系葡萄牙文，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如果你记得西班牙文嘅打招呼，我哋会叫做 hola。但是在巴西葡文呢，我們會叫它做 Oi， 一個發音而已，叫做 Oi， 就是這樣了。那在拜拜的時候我們會說什麼呢？他們會說 Ciao， 一起讀一次 Ciao。 沒錯了，那我們看到巴西的國旗呢，有綠色、有藍色、有黃色，其實國旗都挺漂亮的。那我旁邊也有一張照片，有個圖片就是巴西在他們嘉年華會的時候會穿的服裝，很多羽毛，一個很漂亮色彩繽紛的服裝來的。我們來到學了他的跳舞，今次我們學的是傳統舞蹈，叫做 Samba， 就是一個森巴舞了，可能有聽過這個舞蹈呢。森巴舞我們今次在 Samba Kids 裡面會學其中兩個動作，一個叫做 Samba Basic， 即是他們的基本步伐，另外一個叫做 Samba Lunge。 Lunge 這個是一個弓箭步來的，我們平時做體育啊，做健身會有這個弓箭步，但是呢在 Samba 的舞蹈裡面有一個舞蹈版的弓箭步，我們今天可以來學一學。準備好的話，看一張照片來，見不到他們的羽毛啊，顏色很色彩繽紛的傳統服裝呢。好啦，事不宜遲，我們來學一學 Samba 的基本動作先。回來這裡，我先回學啦。那在 Samba 的基本動作，第一個叫做 Samba Basic， 我想你試一試將一個膝頭哥彎曲，另外一隻腳伸直，轉一轉，一個腳伸直，一個腳彎曲，再轉回來，再轉回來。留意一下我後面的腳踭是會拎高的，拿個腳踭，轉腳，轉腳，轉腳，可以快一點嘛，一、二、一、二、一、二，沒問題的話，我們做一點跳步，一、二、一、二、一、二，這個就是他的Samba的基本動作。當然啦，他們傳統的動作會再難多一點，因為他們會將腳放在前面和後面的，一個前一個後，一個前一個後。但我們小朋友學呢，想簡單一點的話，我們就這樣兩邊彈下彈下就可以了，一二一二 Good。 如果想難一點的，或者你的大朋友想跟著學的話，我們試一下將一隻腳放前面，一隻腳放後面，這個就是Samba的基本動作。 OK 嗎？好，我們來到第二個動作，它叫做 Samba Lunge， 即是一個弓箭步。我們幻想一下，如果一個射箭手拉弓射箭，它其實會做什麼動作呢？這是它的射箭動作。其實原來這個動作叫做 Lunge， 就是一個弓箭步了。我們今天在 Samba 的舞蹈裡面將它變成一個跳舞版本，那怎麼做呢？我們會將一隻腳打開，記不記得一個膝頭哥彎，一個膝頭哥是要直的，轉回來的時候呢，轉腳
就变咗呢一个中间嗰个弯，出边嗰只脚伸直咯。再重复一次，翻嚟，右脚伸直咗，我哋中间嗰只弯曲，再翻嚟，试下快少少咧，我哋会喺呢度，一、二、一、二。如果你觉得你只手唔知做乜嘢嘅话，我哋试下喺呢边啦，拎高，拎高，拎高侧边。我哋唔好做咗同方向喎，我哋记住只手咧，我哋放喺弯膝头嗰一边，我哋唔好做咗直脚嗰一边。呢个咧就唔系我哋要嘅动作嚟嘅，我哋要个动作膝头弯嗰边咧，只手推去嗰度，转一转，再转一圆，再转一转，可唔可以试下快少少咧？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再嚟个。再嚟个，再嚟八次、七次、六次、五，最后少少。Good， 动作我哋今日学住两个先，一个三八嘅基本步叫做三八 basic， 一个叫做三八 lunge。不如我放一只三八嘅歌俾大家去练一练啦。而今日放嘅呢只歌咧，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叫做三八 de Janeiro。三八。先由简单和慢开始，膝头哥一个弯，转脚，一样一样，真，望下我的手了，快少少咧，一、二、一、二，准备好的话可以两边跳了。咦，好似甩甩地脚喎，不如我哋再由头嚟一次啊！慢一慢，净系膝头哥弯，一右脚一左脚，右翻嚟转左，翻嚟转右，翻嚟转左，冇问题嘅话，加埋手，试下快少少咧，一、二、一、二。不如试下跳舞啊！想试多少少 ，OK 嘅话咧，我哋一只脚前，一只脚后。不如我侧边做俾你睇啊！你哋可以望住前面，一前一后，最后八次、七次。练完呢个，我哋练三八 lunge。好住。由慢开始咧，开转脚，转脚，中间嗰只脚我嚟弯住膝头，出边嗰只脚会伸直，加埋手咧，开上嚟，上嚟，上嚟，嚟多两个。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加快咧，试下 ，Go！ 唔错喎，有冇人想挑战超音速最快最快？点做啊？咁样做，哇，好快啊！可唔可以翻翻嚟最基本动作？三八 basic。三八。Nice。最后嗰个完成嘅 pose， 大家点啊？使唔使饮啖水先啊？我俾你30秒钟嘅时间饮啖水，抹抹汗咧。倒数30秒时间，一路去，就嚟够钟啦，各位。仲有。10秒，咕咕咕咕咕，饮完水未？好啦，你哋可能准备翻嚟嘅时候，我亦都不如介绍埋下一段嘅节目，就系有只新歌要学啊！今日我哋学嘅呢个新歌咧，哇！我谂好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过嘅，因为唱歌嘅就系 Bruno Mars，yes。准备好嘅话，我哋可以揾翻我哋嘅空间，我哋准备今日呢只歌啦。
第一个动作和我们刚才学的三不lunge有少少似，打开脚两旁而已，可不可以帮我点地？四、三、二、一，然后行个圈，同热身一样，兜个圈翻嚟，冇问题嘅话，我哋转一转脚呢边，四、三、二、一，今次行呢边，行个圈。在熱身已經見過這個動作，現在學就會再快一點，這歌叫做 Finesse， 我們試一試吧。打開右腳先，走個圈，轉一轉，左邊四三，兜圈，Yes. OK， 好简单哦。不如直接嚟到第二段啦。第二段嘅话咧，我哋会做呢一样嘢，打开，搭，企好之后 ，shake shake shake， 翻翻嚟，搭，打开 ，shake shake shake。你想嘅话，可以个身轻微斜斜地嘅。最后一下，搭完 ，shake shake shake 之后咧，我哋会向后行。四、三、二、一，由头你过咯噃，打开 ，shake shake shake， 打开，最后一次，打开 ，shake shake shake， 向后行，企好。咁我哋咧总共会做打开、企好、shake shake shake 会做三次啦，跟住就会向后行嘅，得唔得？不如试下由头嚟一次嚟，由成只歌最开头第一个动作。四、三、二、一，行个圈，转脚，到呢边，踏开 ，shake shake shake， 向后行，就你个。Turn out, turn out. Yes. 你哋中唔中呢只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已经学咗两段咯噃。第三段呢个动作亦都唔系好难嘅啫，试一试咧。我哋先可学个手啊，由前面开始拉入嚟，拉推开，拉推开，拉推开，三次之后转一转，都系。拉推开，手踭向后掹，手踭向后掹，三次之后又翻过嚟咯。重复，三、二、一，转向左边，三、二、一，转翻嚟右边。有冇留意我个身已经前后喐紧咧？因为我就想示范埋究竟我哋嘅身体同埋个脚要点喐啦。我哋手由呢度开始啦，我哋会踏。右腳、左腳、右腳、左腳，係咁前後踏嘅啫，即係咁樣。前後、前後、前後，轉過嚟呢邊一樣。今次邊只腳喺前面啊？如無意外，應該係你嘅左腳喺前面啊！試一試咧，左右、左右、左右，轉翻過嚟，手腳一齊喐嘅話，就會變成前後。右腳左腳右腳左腳，擦擦擦，前後推推，擦擦擦。咁呢個動作你會做四組，一下右邊先啦，跟住向左邊做啦，嚟多一次右邊，嚟多一次左邊就完成呢一節噶啦。OK， 如果節奏快少少咧，個速度係應該咁嘅，一、二、三，擦擦擦，一、二。三七七七，不如你试一齐唱呢段啦。准备好未？数一二三，然后七七七，嚟咯！一二三七七七，一二三七七七 ，good。好啦，我哋不如试下将暂时学咗嘅嘢摆埋一齐先咧。Let's go，finesse。
打开右左，行个圈，呢边。踏过去 ，shake shake shake， 总共做三次，向后行，重复，身后，手拎高，三个，两个，一次 ，cha cha cha， 三，二，一 ，cha cha cha。最后一次啊！起翻好 ，good job。然后我哋咧会将成个头先学嘅三个部分全部做一次，不过今次我哋会由左边开始，全部由左脚开始，所以咧你要个左右脚会调转咗做啦。所以我哋第一个动作变咗会开呢一边脚先，四三。二一，今次行呢一个方向先咯，跟住先做翻嚟呢一边，得唔得？咁我哋第二个动作，咁我哋应该向边边踏，边边 shake 咧？我哋向我呢一边喐先，踏 ，shake shake shake， 踏一步 ，shake shake shake， 最后一次，今次向后行系向边边啊？就变咗向呢一个后边方向啦。四三二一。你估下，全部嘢变咗做左边，识唔识喐呢？不如又试下做一次左脚开始嘅动作啊！练一练下，左边先，边边兜圈啊，重复，打开脚 ，shake shake shake。向后行，shake shake shake。今次手由呢度开始啊，前后前后前后 ，cha cha cha， cha cha cha。记住嗰个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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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行快几步哦 ，cha cha cha。Good， 我哋仲有少少动作就学晒啦。我哋有第一 part， 呢个系第四节嘅音乐，我哋会试一试呢个手向前向前，然后深呼吸落翻嚟，一样向前向前，深呼吸落翻嚟。咁你唔会问究竟我哋左脚先定右脚先呢？最后呢一 set 咧，我哋会全部喺右边开始先啊，都系啦，右脚同右手，右脚同右手，深呼吸，落翻去。呢个系第四 part 嘅音乐嘅 A 部分，我哋呢个第四 part 音乐有两部分嘅，呢段系 A， 咁 B 要做咩呢 ？B 部分，我想你打开脚，翻嚟中间之后，到呢一边。打开脚，中间，呢个就系我哋嘅四 B 部分。试一试四 A， 我哋会喺前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深呼吸上去，呢段少少嘅休息，嚟多次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吸气上去，落晒嚟之后，我哋会打开，踎低两次，中间会唱，踎低两次。就系咁多啦，成只歌嘅动作已经学晒由头到尾。咁我哋做完咗呢一部分之后咧，我哋会由头跳一次嗰个副歌部分嘅。不如试下成只跳咧，有冇把握可以将成只由头到尾跳一次咧？嚟一嚟啦，考下大家嘅记忆力。打开，全部由右脚开始啊，第一轮。转脚，打
開呢邊 ，shake shake shake。向后行 away， 重复。趁后，手力高，前后前。第三次之后 ，cha cha cha。You know。Good， 由头嚟过。今次打开呢边咧，记唔记得左脚开始？打开呢边 ，shake shake shake。李德志。That's right. You know it, you know it. 最后一个，第四 part 咯噃，手力向前，深呼吸，稍微嘅休息，嚟多次。Yes. 打开脚，踎低两次。重复，重复。副歌嗰度嚟啦，三、二、一。keep 住啊！记唔记得我哋嘅四 B 点做啊？四 B 打开脚，嚟到四次完成只歌。pose， 呼。Good job！ 今日呢只歌系嚟自 Bruno Mars 嘅 Finesse， 希望你玩得中意呢一只歌啦。有冇需要休息？冇嘅话，我哋直接嚟到游戏部分。上两次我哋玩嘅游戏都唔同，今次都唔例外。我哋第三节嘅 Samba Kids 玩嘅游戏，今次我哋会玩节奏同埋拍手。咩意思呢？我想你跟我做一件事先。当我举起一只手指嘅时候，你会做呢一样嘢。踩一下地下，拍一下手。当我举起两只手指的时候，你会做这件事，都是踩地一下，但是拍手会拍了两次。当我踏地第三下，我会举起三个手指，踩一下地，拍三下手。最后一个就是四次，那这个怎么做呢？我们会踩一下地，然后拍四下手的。我会放一只歌，然后在每一个小节那里，我都会预先告诉你，究竟你要做一次、两次、三次还是四次拍手动作。我做个简单例子，我会放一段音乐，这段可以看了先，可以看一次先。OK， 有冇见到每一次我在做动作前都话俾你知，一只手指的话你会做踩地啪，两只手指的你会做踩地啪啪，三只手指的你会做踩地，而最后一个是四个踩地
但是今次我想你做的话呢，我不会一个做一，跟住做二，跟住做三，跟住做四，这样太简单了。你亦都会估到我会给什么号码你。今次我播音乐，我会好随意。当我说二的时候，你就要咚叭叭；当我说四的时候，你就要咚叭叭叭叭。跟住突然间，我可能会做个一，简单啲，咚嘎，就系咁样。试下得唔得咧？头嗰几下我同你一起做，之后嘅我会停低，我净系俾指示你，睇下你有冇办法跟得晒咧。好，呢只歌叫做《Shake It Off》。准备好嘅，一开始啊，二，不如试下四啊，二，一，三，二，一，唞唞咧，唞唞唞唞。好啦，我哋嘅脑筋准备好啦，到我咯噃，两次，三次，一次，一次，两次，四次，两次，三次。一次，三次，两次，一次，休息一阵，唞唞。准备好嘅话，我同你做呢一段，最后，不如试下两次先咧，两次呢边。一次呢边，三次，好犀利啊！咁多位。完成到呢个游戏其实已经唔简单啦，因为呢个游戏会挑战到大家嘅节奏感，亦都挑战到你嘅音乐嘅反应嘅。咁我哋重温一下今日学过嘅所有嘢啦。我哋首先嚟到巴西呢个国家，学咗佢哋嘅舞蹈叫做 Samba， 森巴舞。咁我哋有两个动作嘅今日，第一个系 Samba Basic， 即系基本步伐啦；第二个系 Samba Lunge， 即系佢嘅弓箭步。记唔记得巴西系讲咩文噶？不是西班牙文啊，它是叫做葡萄牙文。咁葡萄牙文的打招呼 ，hello， 我哋会叫做 oi。我哋当要讲 bye bye 嘅时候，我哋会讲 ciao。我俾多次你睇啊，不如睇下嗰个字点串都好啊。翻嚟啦，噔噔噔噔 ，oi o i 就系 hello，ciao c h o u 就系 bye bye 嘅意思。OK， 咁我哋今日跳嘅嗰只歌叫 Finesse 啦 ，Finesse 系 Bruno Mars 嘅，希望你哋玩得开心同埋中意呢只歌。最后我哋做个简单嘅 cool down 放松一下，将我哋嘅心情平复翻，轻微嘅拉筋动作放松晒，好冇？嚟。深呼吸上去，轻微向侧边，哎，转一转方向，中间落嚟 ，hip 踏，可以嘅话，擦擦手指，识唔识擦手指啊？咁多位。向前行，兜个圈，兜个圈，向后，兜个圈，兜个圈，脚打开咗，挨过嚟，转一转脚，正中间，寒一寒背，卷翻个人上嚟，放松背脊。
我哋转个身往呢边，手拎起，试下轻微向后坐定咁多。我哋一下上，一下落，重复，吸气上，呼气落，最后两次。翻嚟中间，转一转脚，今次呢边，后边脚踭拎起，吸气上嚟，我哋呼气向后坐，拉拉大髀后边，可唔可以快少少咧？跟翻节奏上嚟，最后一次。膊头，今日多了少少手的动作，膊头动作。翻嚟正中间 ，side to side， 两边。手指重复。向前行。向前行，脚打开，兜个圈，伸翻向后，深呼吸上天，向前寒一寒背啊，深口打开 ，big chest stretch，good job guys，well done， 多谢你哋今次。再一次跟我上 Zumba Kids 的課程，我們下一次再見。但是下一次上堂之前呢，我想你不如在、今堂和下一堂中間準備少少東西。下一次我想你準備卡紙，不用很大張的，普通一張 A4 size 的卡紙就夠了。準備一些顏色筆，木顏色又得，簡單的顏色筆都 OK。還有我想要一個教剪，行不行？就是這麼多東西，因為下一次我有一個小小的手工和你一起做的，好冇 ？Thank you so much， 多謝曬 ，Ciao， 下次再見。